亲爱的，我今天来接你的时候，差点被车撞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可能呢？以后开车注意安全啊！哎，对了，难道你没看到那车的屁股都凹进去了吗？干嘛？啊，没事没事。 什么呀？心不在焉的呀！我哪有？来，过来。讨厌。心雷，这么巧在这儿碰到你了。 是，你放心吧。 心磊啊，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，真的不要憋在心里，说出来吧。说出来之后，你会舒服很多的。我真的没事，你走吧，我只想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。 但他不说，我也能看出来，他现在精神状态非常差，好像受了什么重创似的。那我估计又是她老公的事情。她老公？不是，静茹啊，你现在能赶过来一趟吗？我真的放心不下她，我想你如果过来一趟的话，她会好一些吧？不行，我现在正要开庭了，我实在过不去。徐磊，你听我说哈，他既然不想你过去，他想静一下的话，你听我的，在旁边守着他。别让他出什么事儿。我现在就担心啊，他想不开。 我会看着他的，行，那你先忙吧，我没别的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哎，再见。表姐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怀孕。什么？你没怀孕？嗯。哎，因为当时我听说许诺要跟那个女的私奔。 我脑子一下就懵了，我心想怎么也得留住她，这个谎话不知道怎么的就说出口了。行啊你，现在都能自己想办法了，不错，你出师了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本来那天就想跟你解释来着，可是后来我爸妈突然来了，我就没法说出口。你道歉干嘛呀？我觉得你做的很对呀。
当时那种情况，你就得这么做，不然你怎么留得住他？现在好了，你把人给留住了，这过程不重要，结果最重要。嗯，又是你那些黑暗理论，都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还夸我，想想多吓人啊！你做的对呀，你应该夸呀。哎呦，不过这时间一久，肚子没动静的话，到时候你怎么给你父母交代？又怎么给许诺交代？我怎么知道怎么交代啊？我要知道怎么说，我还找你商量干嘛？哎，现在可好，连我爸妈都知道了，我根本就是骑虎难下嘛。你这臭丫头，如果你不准备找我商量的话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呀？哎呀，你就别再说我了，赶紧帮我想办法吧。你和他在一起的那个晚上，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嗯，大概有两个多月了吧。嗯，那个月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那个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？你问这个干嘛呀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就快说。好像是隔月的五六号结束的吧。月底。那怀孕有五十几天了，还行，还能瞒一段时间。这里你肚子凸显的时间还有一阵子，那就满五十多天啊。那五十天以后怎么办啊？你连五十天之内的事你都保不住了，还想着以后呢？放心吧，我爸的医院呢，我也认识一些人，到时候瞒着所有人给你开一张假的怀孕证明还是可以的。这招能行吗？这行不行的，你还有别的方法吗？要不你就咬咬牙关继续装下去，要不你就投案自首。嗯，你爸医院那些人靠不靠谱啊？可别让你爸发现了。放心吧，我爸医院那些人啊，都各怀鬼胎，有的人向着我爸，有的人向着我，我搞得定。披上这个，这儿风大，免得着凉。你一直在这儿？这片海滩太僻静了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。徐磊，谢谢你，可我真的没事儿，我一个人在这儿发呆就够了，你没必要花时间陪我。心磊啊，你真的没变，还和以前一样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喜欢闷在心里，喜欢自己扛着。但你这个习惯真的应该改一改，虽然这样做很坚强，但长此以往你真的会憋坏的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那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开车过来送你回去吧。那我帮你打个车吧。